小军上来好了。来，我们掌声欢迎纪小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为什么灯又很打亮，然后你们又很靠近？对不起，因为其实我是罪魁祸首。你们有几次来铁花村听我唱歌？好，你们第一次不了解，下次就知道了。你知道我的威力了吧？而且是。这样，因为他知道你们很热，所以需要滋润一下。对不起大家，应该是很多人都走了吧？好好，知道你都在，只是搭了这个，我都看不到你们，因为我们不适合戴这个帽子，你觉得好吗？我姐姐有没有漂亮？她戴很好看。专业的不能抓这边。不专业。好，不专业，走开。我妹妹了，可以吗？这样子。我真的没有戴过这种帽子。那我要买。可以哈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湿湿的。你们其实可以小声一点，这样。我觉得你真的有影响到我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你讲话，其实我真的很紧张哎。我付出完毕以后，不是完毕了，就是生产完，然后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唱给你们听。你们有从什么地方来的吗？哪里？台中有台北，对不对？新竹贡丸，我爱吃贡丸呢。还有哪里？基隆、桃园、香港哎，对不起，香港啊，还有哪里？我们都是来听我唱歌的哦。哎呦，不要下雨了啦。看到你们，这样子我真的很感动，然后你们都不要走呢，我一个一个来帮你吹风机，好不好？如果还有很多电的话，我们要环保啊，吹电风扇就好了。好，这首歌也是我专辑里面的歌，我希望我能够再有新的作品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伯乐，因为我对做音乐这件事情我非常的龟毛，因为你必须要懂我的人，你还要知道我的故事，你还要知道我的文化，然后我们要有共识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才能做音乐，可是我都找不到。那个人哦，做两张专辑的制作人，他真的很糟糕，因为他把我抛弃。他抛弃我呢，就等于是说，他种了一盆盆栽，就把我放在那里放烂。那个人是谁？就是郑杰任。我努力。
励我们要一起在一起做音乐。我喜欢做音乐是做可以长久经典的歌曲，让大家喜欢听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了啊！好，我们来唱歌。我们要插播一首他们今天没有排的歌曲，然后这首歌曲，哎，我要讲故事哦，所以没有限时间，你们不会赶快跑掉吧？对。还是你们要去坐火车？没有。我不想戴帽子。要赶捷运啊！我不想戴帽子，热。这首歌呢？他是我的一个舅舅做的，他叫林贤文，叫做《听我轻轻唱》。然后这首歌他是在讲，其实他最原本的意思是说儿时的祈求。然后这首歌他是在讲，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得不到妈妈的爱，她自己幻想。他说：“如果你牵着我的手，就不会被留下，如果你抱着我，我就不会消失。你的歌声是多么的温暖，像月亮一样那么的美丽。我年纪还小，我无法承受孤单、寂寞跟害怕。我好想被你拥抱在怀里，但是这一切犹如一场梦，是他自己幻想的。”那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我的大女儿，是我前一段婚姻的女儿小茉莉，她很爱我，我知道，她也知道我爱她，可是她很勇敢的，每次都会很忍耐的过着她自己的生活，所以她很想看到我。那这首歌叫做《听我轻轻唱》，是我献给她的一首歌曲。
逼你哦，好吧，这首歌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，还有跟我的女儿的故事。你们没有买我的专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们有来现场，然后下着雨带着雨衣听我唱歌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真的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谢谢真的谢谢你们，然后从远方来为了是要听我，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鼓励，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失望，我对自己有放弃，可是今天看到你们来到这边，然后领域然后我真的很高兴，非常谢谢你们给我心里的鼓励很大，谢谢你们。不能不唱歌啦，好，那谢谢你们真的给我非常给我看到一个新的东西，让我的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鼓励，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要无恙，也
需要复健的。什么？什么？谢谢你们的力量给我，然后虽然唱的不是那么的好，但是我很用力唱，我会一直好，一直好，因为我要去游泳。可是现在真的很多人在游泳池哦，那个因为暑假，那不是借口，反正我会去了。好，等一下，你们先讲话好不好？先让我休个息。歌舞剧，然后我在里面饰演了四个女主角，国外是蜘蛛女之吻，你们知道吗？国外的一个剧，然后台湾翻演，然后是红伶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它是写给艾莲娜的，然后老师为我量身定做，就是黄韵玲跟那个王柏森，他们量身定做的这首歌让我在台上唱，所以说我今天带来这首歌曲是在剧场版的，因为彭佳慧佳慧姐她很喜欢这首歌，她就把它收录在她的专辑里面。我曾经爱过一个。很苦闷，很痛苦。我曾经爱过一个人，是那样强烈占据
觉得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我都一直问前面的，你们可以吗？哎呀，你都这样讲啊，不然你要你说这水果好吃哦，你甜哦，这样啊，是是，没关系啊。这首歌我真的，你觉得吗？他们在考试我，可是我跟你讲 ，MI 家族有一个很过分的，有一次，我在一个非常不是严重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，然后那时候我的嗓子发炎，然后我想说降 key， 就是有一首歌降 key 这样。然后浩恩舅舅就使他们颜色这样，我就知道要很高的 key， 然后他就唱到，当然我有唱过了，但是只是我很累，所以你知道我家族他们就很过分在玩我，其他老师都不敢，只有我的家族能够这样对我，不然我早就发脾气了。这首歌真的叫轻松快乐，可是它一点都不轻松，不轻松。你们在考试，我真的没有力量了。你们会不会唱？会唱跟我一起唱好不好？轻松快乐。Yeah.
个月的肌肉，请为我加油，谢谢。好了，然后我阿姨哦，就你知道我的阿姨就是你们知道南王三姐妹吗？知道。他们去得那个金曲奖，嚣张的，然后就叫我多唱两首，可是我很想要找他们上来唱。虽然他有几次跟我说绝对不要，但是你不要以为那边很暗都看不到你们，我们欢迎他们好不好？我们的小朋友来站在这个地方，给他观赏我们背男主的服装是非常的美丽。然后我们大家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在铁花村开心的起来跳舞，好不好？